对对对，鸭肉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对。好了，还要它倒一点点。这个没事，在这边它这个盖刚刚好压住它，没事的。太紧了，放在平了。啊，对，太紧了。那个气缸还要调节。也没事，他们歪过来也没事。对，歪过来也是，它刚刚好压住的。对。但是我